上厕所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甩不干净。到底要怎么甩才会好？有什么角度吗？到底要怎么甩？你都是有什么角度吗？还是说你都是怎么甩？因为我有注意到你上厕所都很快。甩什么甩？你就干脆拧干就算了。你可能要检查一下你的那个射护线啊！真的假的？啊，你是买在哪？五谷啊？没有啦。啊，没有。我还没买啊。那么神秘的地方，也是在内湖这一带。不不不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买在。点都不主聊哦，都是宪哥一直开话题。我现在已经戴了耳机了哈，就说本来啦，我是起一些歹念，是想说遥控焊点，然后要跟宪哥讲下阿萨布鲁的话。但我后来想想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他，然后遥控他跟宪哥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好像反而是解救他。我觉得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。我刚刚有传一个说，我准备来救你，然后他就传一个赞赞赞。宪哥，那我想问你，就是说，因为你们都说我上厕所很久啊，其实是因为我甩不干净。上厕所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甩不干净。到底要怎么甩才会好？有什么角度吗？到底要怎么甩？你都是。有什么角度吗？还是说你都是怎么甩？因为我有注意到你上厕所都很快，咻咻咻就 OK 啦。你都是怎么甩？我跟你讲哈，你可能有几个问题。甩什么甩？你就干脆拧干就算了。不是，那会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是，对啊，你可能要检查一下你的那个射护线啊！真的假的？肿大的话，你就永远会有压迫感。那肿大的话，是不是譬如说，就是说会常常想要频尿，想尿尿？我刚不是带零食嘛？对，你吃一点葵瓜子，吃一点那个就好了。宪哥，那我问你，想要吃什么才可以解决我消肿的问题？因为我一常常觉得我自己胀胀的。要吃什么才能够消肿？因为我现在要问的是，因为我其实蛮容易会胀胀。其实哦，你比我更容易消肿。哦，对，哎，你跟我们大热门那个位置嘛，你站的位置。对。你看得到露露，我看不到啊。啊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有一些感觉的时候，我赶快看一下露露来压一下，对对，我就消了。但宪哥，因为其实每次都这样开玩笑，但我发现被你这样讲着讲着，其实我好像觉得我好像可以跟露露结婚嘞。那我像被你讲着讲着就有感觉了。其实我好像这样看露露看久了，我好像。好像可以跟露露结婚，跨过人的对啊，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不是要看他，我是要看你，因为你在讲话，然后我会不小心穿过去，然后看到，因为我试图想要看着露露消肿，但他不跟上。我试图想要看着他消肿，但是好像看着看着越看越肿。你知道为什么可以结婚要包百万对啊红包吗？为什么 ？Partner， 哎 ，Partner 结婚我就是那我你跟露露，我会不会有可能真的拿到两个 Partner 就两百万、啊？会不会真的有可能拿到这个奖金啊？那拿就拿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朋友之间到底要怎么告白？啊、就是朋友之间到底要。怎么告白？告白是不需要，直接脚伸过去，肢体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啊，我不是跟你讲，吃爆米花。哎，上次那一集有没有？可以啊。对，我上次跟露露示范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胀胀的。然后我上次就是跟露露这样示范嘛，然后原本是你教我是用手嘛，然后我就整个人过去，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过去吃爆米花之后，我就发现我胀胀的，我会胀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好像我好像很不专业，有病啊你！哇，今天从那个台北到宜兰，然后跟你聊天，对啊，觉得。好没有营养。